Cześć, tutaj Temo. Jestem w Mediolanie. Obok mnie słynna katedra w Mediolanie, Duomo di Milano. Spotykałem tu wielu turystów z Chin, tak jak ja. Czy podróżowanie za granicę podczas chińskiego Nowego Roku to nowa moda wśród Chińczyków? Chodźmy zobaczyć. Dlaczego chcesz w tym czasie wyjechać do Italii? W świątynie ludzie mniej są, a ty też mniej masz czasu. 放假了，对，那是第一次，就是在海外过年。是第一次，年轻人比较多，但是如果老一辈的话，还是比较难。会不会未来考虑的说，带着爸爸妈妈出来一趟？会啊，我们就是出来打个前线，先出来看一下。我感觉这边就是没有中国的年味那么重，但是这边有另一番风味吧。我们去了威尼斯，刚好是他们的狂欢节最后一天，能感受到他就是这边的。 风土人情，你觉得在欧洲看到中国人多吗？多，挺多的。我感觉世界各地哪里都有中国人。<笑>为什么选择要出来旅游呢？就过年的这一次，这一块吧，没关系的。因为结婚嘛，度蜜月，刚刚好过年嘛，刚刚好过年。像我们广东，说实话，都很流行这样子。 就是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人出来过年的，要看过年放假时间长不长。对，如果长一点的话，比如说像我们年初一、年初二就可以出来了，就年三十、年夜饭，按中国人传统还是想在国内去和家人聚在一起。嗯，一块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嘛，他们说不要年年每年春节都在家，他说出来一下，其实也是一种团聚。对，就只要家人在一块儿，哪里都是年。 我们自驾来的，自驾来的，对啊，我们从巴黎，然后目的地是西班牙，那预计是玩多少天？10来天吧。在国内过年开心还是在这儿过年开心？我感觉还是在国内，国内有人，这边没有什么朋友。Hello， 您觉得这边过年感受怎么样？和平常在家里过年有什么样的区别？ 这边没有，因为不是中国的地界，所以过年的气氛是不浓厚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心情是自己创造的，自己觉得好就 OK 了。过年都在外面，基本上都在国外，或国内过年，基本上都在外面，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会。对，几乎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只肯定只有是在这种长假的时候才会有时间。 那以后退休可能就不需要了，但是还要迁就他。没有，我迁就你。地方换了，心情不一样，还是好。那祝你们旅途愉快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